那大叔，您是做什么工作啊？嗨，库房那个给配东西，领东西。那得需要细心啊。是，那这东西不能丢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是啊，每个人都哈、啊、都得谁领谁的都得记录啊。有车队，有装卸工都有。是，啊，那您是在哪家公司的啊？您是在私企啊？那这企业不错呀、啊。对，不错，那老板不错。是，也特好。那您什么时间您参加了工作呢？我啊，18岁就参加工作了。哎呦，那属于是高中毕业。高中毕业，18岁您去的哪儿啊？北内啊，北内不是倒闭了吗？哦，北内确哦确实是。大叔，那您当时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您是坐着？啊，报工。哦报哦，那就属于是机床，车床铣模报。对对对。哎呦，是。那您当时在北内能挣多少钱啊？好话，北内能挣谁？三来这儿啊，这儿老爷儿不够，三十几，哟，那可以，三十多，刚开始是十几块钱啊，咱上班的时候是，上班18块多钱，我不知道、啊、不知道别人16块多钱可能，哎呦16块多钱，那真是，哦，您都是一共都是北内，不是，真是，那这北内应该还算大厂了当时，哎，北内干到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干倒闭啊？就买断了以后，哦，您几年买断？2022年。那当时买断能给您多少钱？北内最少。哎呦，那是多少？北我是1年1000嘛。哎呦，25年，我干25年，我干了25年，给了25000。啊，一年哦，哎呦，那确实是啊，北内是最少，那他妈北汽多，10多万。哎呦，那。差那么多，北汽，这都我们那边就是北内。那您当时买断是您多大？买断40。哎呦，那您这正当年呀、啊，当时啊啊，是。那后来您又去那私企是？啊，上私企啊，上班去了，没办法。他说，那当时您去私企能挣多少钱？哎，私企那我就是打那就是，我徒弟他哥在那。自己的、嗯、啊，那我那儿就多了。那是啊，那工资，那您从北内要到了私企，这工资得翻了好几倍吧？没有，我就买断了，就没了，给北内给买断了。是啊，无业游民。那当时买断的时候，您能挣，就当时能挣多少钱在北内？四百多，700多。后来您又跳到私企呢？私企就是3000了。3000。那同意就是您当时挣400多，直接就跳到私企能挣3000多啊！哎呦，那等于工资翻了得有个什么打针哪的啊？你得管人呀！7倍啊！啊！哎呦，那真是，那真棒，这工作不错，嗯啊。那您手底下当时管多少人？过几天慢慢人不固定，100多人，50多人，20多人，哎呦，最多100人吧。那说明您有能力啊，可以。那一般没能力的好管不了啊。那大叔，那您几几年您退的休啊？哦，几几年就是北内买断了就没退休。哦，对，退休刚退的60年。拿退休工资呢？退休工资5000。差一点6000，差100块钱6000。那可以，那够啊。工龄41年多，41年多。是啊，您今年有60。66，61多，哎呦，多点，感觉还可以，这个啊，看着您挺年轻的。